欢迎来到大部分粉粉都没玩过的超硬核对抗地图独木桥之战。我们的目标就是守住自己的床。开局一条桥，你是选择正面刚还是当老六？今天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。这样说也不对，老六是怎样炼成的？好，让我们回到游戏的正常比赛阶段啊！游戏的一开始节奏非常的紧凑啊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队员已经冲上去和他们进行活枪 PK 了啊，而我们现在呢，当然是要把家保护好。哎，啥玩意儿？结束了？赢喽！赢了？这游戏开始了吗？就赢了？哎，就是。酷啊，兄弟们，再灭他们一次！哼，够胆你们就来呀！你们这些老六是怕谁？哼，兄弟们，揍他！哎呀！铁粉们，火药味挺重呀、啊，兄弟们，搭好防线，搭好防线，默默给你们搭防线，你们。啊，默默。哎，刚才穿过去个什么东西？默默默默，我来保护你。啊，你保护我干啥呀？你抽风去、啊，去去去去。抽呀！哎，不拿个第一别回来啊！太卡了，太卡了，咱们再重来一次啊，重开一次。好，我们现在重置战场啊，再一次开始。哎。你干嘛？哎呦，你不往前冲，你存在家里边，你卡我是吧？故意的是吧？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个战场容不得我们半点马虎啊！我们作为这个团队的核心首领啊，此刻呢，我们大脑中的策略对这个团队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现在要制作一个可以只出不进，沿着往人脸上爬的，胆子真大。好，我们现在的对战策略是做一个只进不出的一个防御攻势，哎，这样方便我们进攻。哎，这怎么又过来了？这兄弟们搭上去弄他！哎，你干啥呀？你给我下来！老莫，你们完了，走！哎，又这个老六，你干啥呢？这孩子，你咋挖自家床呢？我看看床还在不在？啊，看床在不在？床不在，我们就输了呀！别给我添乱了，赶紧去前线！快！别在这儿挖挖了！哎。你干啥？你这为啥要围住？你围住我看不见了都。你看他干啥呢？我们家都快被偷。哎，这咋这？嘿嘿哈哈哈！你这孩子，这奸细吧？这哦，又围过来了。他为啥就挖自家床呢？这个人他小黑子啊。没有关系，默默，我作为大军师，我们还有一计啊，金屋藏娇，听过没，兄弟们？怎么把自己藏到这个床里边？嘿嘿，有些来偷床，我们在里边给他个大嘴巴子。小兔子乖乖，哎呀妈呀！啊，老六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突然天就亮了，赶紧关上。此招数乃墨纸兵法，哎，第一条第二章具体是啥记不得了，反正就是这样操作的，兄弟们，大家跟着我一起做，哎，看这个地方掉血了，那么这个地方等一下就会是敌人的入口的，我们在这里守好。这家还没赢，哎，哎呦，老六，这些人假过来的，这么家门口没人守吗？这，哼，幸亏我熟读兵法，哼哼哼。这又是谁？这又是谁？哎，队友，你说你们这些队友，你们闲得慌，你们干嘛？哎呀，你干嘛？哎呦，妈妈，我跟你一起守。谁用你跟我一起守？我赶紧守住，赶紧守住！哇，好险好险！别给我添乱啊！不要进来。妈妈，我跟你一起守。你别这，哎。赢了啊，还好赢了。我跟你说，照你这样弄，我跟你说，等一下肯定要输。不会的，默默，放心，我跟你一起守，肯定赢。哦，是吧？你看老莫，咱们俩多保险，我跟你说无敌。哦，是吗？但是我感觉我好像，我有点不相信大。哎，这是谁？这是哎，这咋打不了？这咋还有自己人？你自己人怎么还挖自己的床呢？守住，这边又来人了。哎，谁赢了？我们是不是赢？啊，我们输了！哎呀，你们啊，别烦了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哎呦，不如主动出击。哼，你想的，我们直接从这个桥下边挖下去。哎，我们后边还有墙，你们谁能把我打下去？这叫什么？智慧，双重的智慧。哎，
我们既可以从下边偷袭，这边还可以放这些东西挡着不被接下去，可以说咱们现在是无敌的蠢战。摸摸无敌小火车，嘟嘟嘟，继续往前，冷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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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还在这，哎呀，这都能打下去，陆地不行，我们走空运，哈哈哈，这次，哎。哎呀！小黑子，开团是吧？是。哈哈哈。